前情提要就是我下个星期是复活节，然后呢我就打算要来整姐姐，因为呢我实在是被她整过太多次了，然后这次就打算要给她一个惊喜。我已经想很多天了，我买了一个，她每一次就是去机场她都一定要去喷这个，然后就会说、哦、好舍不得买，然后就找到赞助人曹一博，我们就一起合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它是30ml的这个 My Way，我就不想要让他这么拿得这么开心，所以呢我就打算来整他。那因为之前蔡一博送了这个嘛，因为我包装都没有丢掉，所以他就看起来好像很正式的，然后里面就装了一个手链，这就是我自己在 CNA 买的一个手链和戒指这样，因为我很喜欢蝴蝶的东西，我觉得蝴蝶看起来就是一套，那现在就长这样。我本来是想要营造一个他很失落的那个样子，他又不能表现得很失落，因为他毕竟是我送的，还是礼物嘛，不可能要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很贵，因为我故意用这个包装就是因为我想让他很贵，然后这个里面的东西没有值那个价钱，所以他就会觉得哎，就是 CP 值不高，你怎么会买这个之类的。我本来是希望这样，可是我会觉得我想的礼物如果太两光的话，他就会猜出来我在整他，所以我就还是找了一个比较像礼物的东西这样。我真的超期待，我今天买完这个时候我真的就立刻就想冲去送给他，我真的超想送的，到时候我再来拍他最后收到礼物的反应是什么，我真的好期待，我真的憋不住任何惊喜类的，然后我真的超想讲的哦，可是不行，我现在在想我要怎么帮他布置房间，然后还买蛋糕，我应该到时候都会把它拍起来，这个影片我希望可以顺利的上传，所以努力的去记录一下，不然我觉得前几支的那个 vlog 我们拍了很多个，可是都有点零零散散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希望这次他24岁我就可以剪出一个影片送给他的一个生日影片，我已经紧张一整天了，我一早开心到现在，而且我很想打开来，因为我不知道它里面是长什么样子，是不是跟一般的一样，因为这个是30ml 嘛，30ml 是最小的，然后我就怕它没有那么精致，因为它大罐的长得外包装是蛮漂亮的，总而言之我非常的期待。现在就是说我要来写他的生日卡片，然后我就在想我要买一张照片，我每张都很喜欢，你介绍一下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柏林拍的，就是很好看，但是它有点糊，所以我在想，因为我那时候在手机看的时候觉得很好看，然后洗出来发现太糊，然后这个是景就是也蛮美的，然后人也还不错，但是我最后应该会写这一张，我真的很喜欢这张，这张超级可爱的，我决定切这张。我写完了，然后我还画了一个很惊讶的生日小人，我今天还故意跟他说挑的东西是那种比较审美类的，然后我就会担心他不喜欢，怎么怎么样，这个想说我已经跟你说我今天很丑了，然后你还用今天。
唱，先唱歌，先唱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许愿，许愿。好的。讲出来什么？第一个的名字。硕士好帅哦，这个大厨。因为我们两个硕士跟你们，我们选在学校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希望我爱的人跟我爱我的人都健康。第三个，好。耶！看到姐姐，好礼物。这种漂亮的，没办法，我再等你漂亮的，我再补拍。补拍，补拍。你说你想要？因为我想着，哦，是这种抽出来的，怎么那么可怕？就这样一颗，哦，项链哦，手链，很漂亮哎，还有一样的吗？没有啊，就我，但这里还有一个这个东西。你居然猜得到，好扯！哦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你的。赶紧打开！他说你没有尖叫的话，他就要收回。幸好你很尖叫。接待。大学时间不特别拿一些奇怪的礼物，这个没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。好，拜拜。你吃过？好享受哦。就不要站着就好。嗯。想到我剩两个小时可以练音乐，我就忘记了啦。皮皮，他忘记了还是什么？这个吗？你刚看哪？我不知道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你刚这道对灯就是我大先生的。谁呀？偏偏。祈祷告。姐姐在看，好的，可以继续。好了，再见了。礼物都必须帮你拍一下，怎么会不知道？没有排水口，没有排水口，直接冲出来，怎么会没有？怎么会这么远啊？哎呀，宝宝脚怎么走？